肯定要掉出来了。为啥它会出现在这里？放右边中间好了，对吧？放右边好了。对不？一会儿会复活的，我操！新哥是不是在玩？看一下，不在线。干嘛干嘛呀？来点音乐啊！有啥用？你走啊！我现在是什么样？你告诉我也行啊！死掉了，你完了，我跟你讲。这是你的窝，你睡自己的窝里不好吗？就为了这，我他妈深入虎穴，你给我个这，裤子都脱了。哎，给我好东西啊！死在了。好了好了，我知道我知道，好好，我不怪你。好了好了好了。
爸爸喜欢你啊。我一个都不打，我就他妈捡宝箱，怎么样？你算什么男人？算什么男人？好，走，拿完就走，根本不跟你们打。哎，我操！哎呀，我去，我跳！哎，找不着我了。哎，人呢？来不了了吧？哈哈！我操，有 boss！ 行，他问你是什么行业？什么行业？弄口谁闹了倒买倒卖你跟讲打 boss 锤死你我猜这个 boss 不强啊看一下是不是不强哎呦我操哎你从哪冒出来的呀哎有点烂呀哥们儿不是人呢哇这个人会隐身好像奥特曼安德曼不是哥们儿你是不是有点赖不是你都不显身的吗那我给你打个蛋啊你要我这个法师拿剑砍你什么我操你看哎哎哥们儿你上来干呀你给我搞啊你打我不是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打这个人他一出现就捅我心脏哎你看一下怎么打Sentry's torch to undo her visibility. 哎，我怎么回事了？
触发战斗后召唤野狼，吸引豆腐注意力，然后朝他丢法术，他会一直翻滚躲避我的攻击。推荐将圣杯瓶送给法力，却把法力供应充足的情况下一直丢法术，把他打死。或者也可以跑到他跟前引诱他攻击，然后趁他周遭时冲上去看他或者发出。这个三 trees torch 怎么拿呀？我感觉不太打得过他。好汉不吃眼前亏，我走。咱们家有什么零食吗？啊？啊？还留什么零食吗？什么零？有没有什么零食可以给我垫下肚子的？你的零食还有啥？我的零食你又不吃？不能报你的零食的身份证号。我走位喂你啊。不要。不要。这个是不是能加什么东西？
傻逼吗？我操，怎么要是堵死了我？这种狗的问题是真的多，是不是？人也不动的，这要洒脱。我操，怎么还有个？属性呀，啊，怎么还有？那个打呗，我去寻找下一个 boss 啊。
人怎么进来？我操！我操！我要死了，好。这会儿这时候带他去一个公民。或者是我们去给他 grooming， 来挤高棉线去。我当然想让别人给他挤啊，如果是啥我自己挤也行。我老婆嘞？感觉我不应该走这条路。
个东西啊，吃个东西。猫猫好可爱，不知道呀，多少钱啊这种？我操！这不是那个，这不是那个我全部死的吗？120多少人民币啊？那可以吧？那个叫什么 ？KLS KLS E L A 吗 ？L L A。Cashella 是 Rare Finds。他能负责做贴纸吗？那我们得再找一个去测试。啊，这个。哎我去，你嘴巴真臭！你在我面前这样哈气，真难，真难闻！我去，爱你就是那么，乐高作为投资产品可靠吗？我在搜你这个东西要不看到这样一条蜘蛛，非常可靠，告诉你。能用吗？是能用，我把它转过来射死敌人，是吗？可能要轮回，但是话题可靠。什么？你说什么？简单来说，就是把乐高买来可以的。对的，小麦乐高叫头，是这样子呀、啊。因为大多数是有价值的玩意儿。对。嗯、对。对、啊。就
跟你买艺术品一样，你要更有钱的话就应该玩画，买一幅画也是有价无市，然后也是买了一个稀有程度。投资上这叫 speculation。 耶、yeah, 拿到了左边那一半，看那个电梯的左边一半。干不过这个人，
不是，这每一个人抓了我，我就死，是有点 bug 呀，哥们们。按你们妹的！换个魔法吧。硬币大小的贴纸可以吧？可以啊。不会太小吧？稍微大一点呗。里面大一点，就是说叫硬币大小还是身份证大小？身份证大小有点太大。我觉得三厘米。干嘛你？发现小雀茶也是在我订的这家贴纸这边做，它上面那个，你看，我的这么屌丝的吗？我的狗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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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是狗。哎，我去，你小心点。要不咱们搞点大的？怎么突然觉得奶茶也这么 low 吗？这东西本身就很正常，从网上搞。我的意思是，他不然呢？他还专门请工厂在搞吗？我的意思，咱们搞个大的。搞什么大的？搞奶茶店。嗯。要搞奶茶店。太卷了。搞皮卡店都比搞奶茶店好。别挡着我！别挡着我！很重要。哎哎。哎呀，我就知道你要绊倒他！我真的是屁股想都想得到，你下一步会捅出什么来？
有点狠啊，这个玩意儿。是不是得跑啊？打不过就跑。啊，真的是靠跑的。这个游戏真的是。那个电梯我上来了。
鬼脸，死亡视角，能破了不吗？鬼脸拍的，找不到赐福点，是不是大 boss 啊？这好像是大 boss。哎，两个嘞，大叔守卫。这里。还有地图。还有赐福点。又是皇城了吧？那是个奥特曼。对，这应该是皇城了，已经。马上就要看到树了。对，这应该是个地图，我就把这地图捡了。又要穿过大树守卫了。这游戏真是充满了恶意，上来就给我一个这么样的 boss 让我打。告你及时退钱啊！PS5 可以退钱。PS5 更牛逼，你可以直接玩一周末然后退掉。什么叫玩一周末？玩两天吗？就你想怎么玩怎么玩，玩了之后退掉就完了吗？只要在 Amazon 那个时间之内你退掉不就完了？哦哦哦，你说是你最近口光碟。对啊，你买个碟，然后你玩到那个啥，你退掉不就完了？好，图开了。要打一个半神了。
Thank you.
我的屏幕，就我可以看吗？他妈的，这个游戏！大门走不了，必须得爬悬崖峭壁。我感觉可能没有这把椅子，你都不会玩这么多点。我说了就不对。没有什么？没有这把椅子，你都不会玩这么多点。啊，是啊，太远了。
发现这个游戏是要讲究跑的，不是每一块都要打死。鬼东西大门不开，让你绕悬崖走，妈的！
会满座。唱八家这个享受现在，能不能唱八家这个同时？我觉得完全可以。7:51，再坚持9分钟，好不好？
出这么时光我的窗你不要害怕你不会寂寞我的眼睛在你的左右我的这么拥有于是一天一天的痛会慢慢长大不管你懂不懂我在想什么我知道有一天你一定会爱上我因为我觉得我真的很不错时光怎么不能留着夜里的泪水一直到最后还有温暖的那时候我一直是个道路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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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站住！
没有 sit。
再晚一点。可以。现在。嗯。Together. Before we begin, allow me to paint you the full picture. Go. General Radahn is cursed ever to wander. Eaten from the inside by Melania's scarlet rot, his wits are long gone. Now he gathers the corpses of former friends and foes alike, gorging on them like a dog. Howling at the sky. But now, we must make it. Oh, gathering of champions, the revels begin. Come on. You just hit that boss. Into the fray together. You will find the field of battle past the church ahead. On the shore under the fort, General Radahn divested of his wits and the howling of his.
后克里，好厉害啊，哥哥，怎么找到的？看攻略啊。你刚才说了什么？海岸边。啊，是这里吗？哦哦哦哦。跑得那么远吗？是亮着光的是吧？不知道。被捡了。抓的。我知道他把这里东西射掉。可以招人啊！还招人呢！我去！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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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这个应该也可以招。又可以抓一个人，不懂。好，这人能帮我扛的样子嘞。哎，我操！你们搞我，别搞我，搞他们，搞他们，他们打你的，不是我打你。看哥有多少个磁牙，管这个逼！好，这个赶紧打。哎，怎么又来干我了？
不是你们不是坦克吗？就是那一招。在后面，在哪儿呢？你就跑就行了。哎，别推我，别推我！哎，他要死了呀！哎呦，我操！哎呦，我操！感觉他一下子死了。死了，我都没有一个什么 Great Enemy Fallen 都没有。这是 Boss， 这不是 Enemy 了，这直接就是。你看，肯定还有下一阶段。你能不能把你音乐关了？我要看 KK。你这个头盔太丑了，像只蛤蟆。哇，好漂亮啊，对不对？我们回到艾尔登上环吗？没有。哎，怎么变成这个了？搞定了，两个 Grace， 两个赐福点都没有。原来这里可以骑马呀！这么大一片空地，屁也没有吗？哦，对。跟他讲话。不是刚刚那个跟我说话的哥们吗？Now we're waiting for you. What a sick way to fight, eh? The glory of the clash is shared. Did you see that? Falling star right before... I can't fathom how Radahn was holding back something like that. He was a living legend if ever I saw... The path has now been cleared. Tanagra. Irani's fate will be this. Let's meet where the falling star be the earth. We'll take up our souls once more. For Mistress Rani. Mistress Rani. Mistress Rani 是谁？反正是另外一个主，不算是主角，就是主线的人。半泽。他不是，他好像是个，好像是个好人，我感觉，是帮我的。Level up， 90000多点，我操！从你的全世界走过。不点赞 ，AK 好像好吗？走不？吃饭吗？已经有100家了。吃饭吗？这个没有半月女王牛逼，我感觉。关键是他可以招人帮你打，对我法师非常友好。
存钱，这叫。现在有一个新的刷子点，你知道吗？离大水流效率高，大水流已经不满不符合你当前的等级。那你得告诉哥哥。交给你了。不要交给我了。你就是我的游戏助手。全世界不能够
这个龙也太猛了点，我觉得他刚刚是把我秒了一下啊，就一下。哎呀，这游戏真的是，不他妈查攻略怎么过呀？连个 quest line 也没有。那边这个船，你看到没？这个人，这开船的哥们儿，看到没？打死他，保护他干嘛？我靠！他屁也不会，他就会招一堆东西来打我。他还会飞，哥们儿！哎呦我操，哥们儿有点 bug 啊，有点 bug。给我吹喇叭！我操！我操，这狠吧！我日，看到没？死吧你！哎呦，我操，操！哎，我操，操！这两个，我知道，但是你看，这个东西很疼的。